if they were Chinese nationals, if you can confirm that they were Chinese nationals. As you laid out, there have been many successes. 当地时间24号上午10点40分，也就是北京时间24号下午的5点50分，中国驻英国使馆接到英国警方电话通报称，遇害人员疑似为中国公民。中国驻英大使馆立即派出工作人员赶赴现场，当地了解情况，要求英方尽快地确认所有遇害人员的身份，并且向中方通报案情。英国的警方表示，仍然在核实遇难者的身份，目前尚无法确认是否为中国国籍。中国政府对报道出来的这一案件高度的重视。目前呢，中方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的合作，展开各项工作。我们希望英方尽快的确认核实遇难者的身份，查明事实真相，依法严惩涉案犯罪人员。但不管我想遇害者是哪国的公民，这都是一起极大的悲剧，也引起国际社会对于非法移民问题的重视。我想国际社会呢，应该在这方面进一步的加大合作的力度，加强信息情报的沟通，那么能够从源头上或者及早的来介入，防止此类的悲剧今后呢再次发生。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这个39个逝去的生命感到悲哀。我们也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呢能够一起加强合作，来打击非法偷渡或者非法移民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，我们要查清事实真相，要想办法解决此类问题。你刚才把它先入为主，你就设定为是中国，而且把它和中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联系在一起，我觉得你这个出发点是很有问题的，反映出你思想深处，如果你不是代表美国的一些媒体，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，你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？我觉得对于体育运动还有一些商业活动，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。你说欧洲议会撒哈罗夫奖这个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它有多大的意义价值或者影响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是伊利哈木是被中国法院依法判刑的罪犯。我觉得欧洲议会授奖给一个罪犯，这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希望呢，欧方能够尊重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，不要为恐怖分子张目。